我曾經親自處理過不下數宗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我寫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範圍，都是一個非常廣泛，亦都希望一個非常深入的調查。但是這個現在我們還在疫情的期間，而且都未能夠完全可以有信心就說在短期內會走出這個疫情，所以作為現任的行政長官，我就真的不覺得現在應該去分心處理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調查，相信下一屆政府是會認真處理的。如果下一屆政府需要本人作為這一次抗疫的主體負責人提供意見，我很樂意提供意見。就講了一番說話，他說現在我是防疫抗疫的主體責任人，他說下屆政府如果需要到這個我提供意見的話，我亦都很樂意給出我的個人的意見的。這樣好了，這班話一出呢，就大家就感覺到呢，林鄭已經是間接地 宣布了她不會謀求連任了。因為她講到下屆政府如果在防疫抗疫方面有什麼是諮詢她個人的意見的話呢，她是樂於來到去給出她的這個建議的嘛。那即是說她已經是將自己置身於下屆政府之外了，不是之內了。那變成來說呢，就這個講明了很明顯的，就是他這個對於馬上4月3號的提名期、5月8號的選舉期，是吧，他就已經是不謀求連任。那這個訊息呢應該是很清楚的。當然他的那個就是在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實來講，大家知道中國古語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咁啊，林鄭佢執政呢四年幾嚟，又自把自為去搞呢、這個逃犯條例修訂，引起咗社會嘅震盪反彈，然後就風起雲湧嘅反修例嘅風波出現，佢又冇去實行一個即係深入群眾去搞政治協商，去化解矛盾，降低嗰個即係對立面。結果裏面就搞到就矛盾升級，然後就導致警民衝突，導致暴力事件嘅呢個出現，嚴重就影響了香港嘅社會治安。然後就中央為了要撥亂反正、止暴制亂，在回歸23年之後，都仲未曾有國家安全嘅23條立法嘅情況底下，就焗住推出了港區國安法。然後就加上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辦法，這些推出來將香港局面就穩定下來，去止暴制亂，但是就付出了重大的政治代價和外交的代價。因為這樣做的結果是令到外界質疑是這個某些條款來說是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某些條款是凌駕了香港的基本法，所以就人家就質疑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的這個即作為 WTO 單獨關稅區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已經是不復存在了，所以就引起了這個美國、歐盟對我們香港和中國某些官員的那個制裁，甚至取消我對我們香港的特殊待遇，以及呢動議說要取消香港在 WTO 世界貿易組織的單獨關稅的關稅區的地位。所以這些都是對香港造成了莫大的損害的嘛。如果你林鄭月娥來說能夠傾聽民意的話，在2019年的6月9日103萬人上街示威，6月16日200萬人上街示威的時候，你能夠同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跟這個社會各界 去對話政治協商的時候呢，及時在那陣時就停了那個逃犯條例的修訂，不要拖那麼久，那矛盾就不會升級咯，暴力事件就不會發生咯。所以根本上來講，對香港那個一國兩制的危害，它是
這個要負最大的責任。再加上作為在香港咁樣嗰時嘅2019年嘅後嚟個亂局啦，亦都因為佢拆毀一國兩制嘅防火牆，造成咗咁樣嘅人心嘅恐慌，造成咗咁樣嘅群體性嘅反彈咧，會令到蔡英文就話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令到呢個蔡英文咧就高票當選連任。咁呢樣嘢亦都喺林鄭月娥咧搞彎香港一國兩制之餘咧，亦都係嚴重呢個去影響埋中央嘅對台政策嘅成果，令到裏邊咧本來咧就民進黨喺九合一嘅選舉已經係兵敗如山倒噶啦，結果又令到民進黨咧就鹹魚翻身，所以香港嗰個管治嘅失敗嚟講咧，嗰個惡果係超出咗香港1100平方公里嘅地方嘅，同埋嚟講咧。令到國際社會對我哋中國政府係咪遵守國際條約、國際承諾咧有一個質疑咧？呢個亦都同林鄭裏邊咧嗰個喺香港啊嗰個管治裏邊嘅失敗咧，就係亦都係有不容推卸嘅責任。好啦，到今次嘅防疫抗疫啊，開頭裏邊咧就大安主義，完全咧就忽略咗喺內地防疫抗疫當中嘅一啲嘅有效措施，亦都忽略咗嚟講啦。世界各國裏邊咧，喺防疫抗疫方面有啲邊啲嘅成功經驗，冇及時為我呢個所用，採取拿來主義，制定一個既有明確嘅方向，又有一個有效嘅方法，咁樣嘅抗疫嘅一個方針，係嘛？嗰啲咩傳言呢個強檢嘅嘢，一陣又話做，一陣又話唔做，一陣唔做，一陣又話做，啊，好多個決策咧。朝令夕改，反覆無常，咁所以就令到而家200多萬人嘅呢個感染，係嘛？一個特別行政區感染人數係內地呢個呢兩年幾嚟感染人數嘅10倍以上，都非常之荒唐啊嘛！所以佢無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推動民主呢四個方面，乃至防疫抗疫，總共呢5個方面咧，全部係交曬白卷。佢係冇任何嘅資格，冇任何嘅成績作為一個支撐點，可以俾佢有一個民意嘅支持、民心嘅支持，令到佢連任噶嘛。所以而家佢根本上就耍向人間都是怨，佢又怨聲載道，人心盡失。咁憑乜嘢話連任呢？所以我覺得佢喺遲日透露出，即係話呢個唔會謀求連任咧，呢、這個亦都係即係話。當佢係呢個終於明白自己係幾個唔得人心啦，所以人貴有自知之明咁。如果佢又有自知之明嘅話咧，其實早就應該辭職添。咁啊，而家唔謀求連任咧，亦都係即係叫做令到香港人咧嗰道氣啊，消翻少少。即係可以咁講，佢既然係即係諗住咧，都係呢、這個。唔會謀求連任啦，咁希望咧能夠喺挽回人心方面保存佢個即係聲譽啊，或者係佢個歷史地位方面啦，做翻些少補救嘅工作，係嘛，安撫嘅工作。咁其實講呢啲説話咧冇用嘅，因為中國有個古語，聽其言而觀其行。我哋呢個評價林鄭月娥，佢係咪一個好嘅？呢、这個合格的行政長官咧，唔係睇下佢而家記者招待會裏邊去講啲咩説話，而係睇佢執政呢四年幾五年嚟，佢對香港做咗啲乜嘢，對香港嘅一國兩制，令到我哋香港人嘅信心加強咗，還是削弱咗？對我哋經濟係發展咗，還是經濟走咗下坡？對我哋民生改善咗，還是令到我哋嘅民生困苦咗？對於我哋社會和諧係促進咗我哋嘅團結，亦或係加強咗社會嘅撕裂啊？對於我哋嘅民主嘅進程咧，係呢、這個按照基本法雙普選行進咗一步，亦或係大踏步嘅倒退啊？睇唔到曙光咁樣係嘛？我哋呢啲憑呢一啲嚟到衡量咧，就知道佢講埋曬呢啲即係安撫性嘅説話咧根本上是無濟於事的。